嗨，给你们看两只Frise小比熊哈，可爱吧？哇塞，这也太好看了吧！这个眼睛好大呀！它长得特别像哈，这两只。对，看着跟个双胞胎一样。但是不是一窝的？先给你们看一下，这一只是妹妹哈。这个一看性格都比较温顺乖乖的，对，这个眼睛真的超大耶。哎呀，想睡觉了宝贝，还吐着小舌头呢，真的超可爱啊。这只体型也特别小，看一下毛量特别白，体型只有一个巴掌大。哇、超小，挺小的。哎呀宝贝，捏着小手直接握起来了，太可爱了。嗯，想睡觉了，给你找个新家哈宝贝。接着再给你们看一下这只弟弟，弟弟活泼一点。对，这只弟弟比较活泼一点，刚刚还不愿意上镜呢他。看着不乐意的小样子，是它长得像个小熊一样哈，超肥，摸起来是小腿也短短的。再看一下这个毛量，哇，这个毛量挺好的，超好哈，巴掌大，真的太可爱了这一只。哎呀，你不愿意上镜，给你找个新家哈，宝贝。哎呀，好了，就给你们看到这里了哈，给这两只宝贝都找个新家。哎呀，拜拜啦，拜拜啦，看哪个家长会看上你俩啊？嗯，